鏖战奥运之巅，战况瞬息万变，欢迎关注第一战报。乒乓球男单决赛，张继科加冕大满贯。北京时间8月2日，伦敦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刚刚结束，比赛在两位中国选手之间进行，最终张继科发挥更胜一筹，他以4-1击败王皓，首次参加奥运会就取得了男单金牌。张继科去年曾经连续获得世乒赛和世界杯的男单冠军，这样他就成了中国男乒历史上继刘国梁和孔令辉之后第三位大满贯选手，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18枚金牌。失利的王皓也创造了奥运会乒乓男单三亚王的纪录。